是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，这边是柜台，那左边这边也有电脑可以做工使用，然后楼梯的旁边有厕所也可以使用。接下来看到这边就是交易厅，那这边有咖啡饮料，还有杯子。住的地方是五楼，顺带一提，它每一层楼都有冷气，所以你行走在整个旅馆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热。五楼终于到了，那每一个房间都